您呢一定想不到，吃不完的剩米饭被网红餐厅做成了招牌菜，吸引很多人打卡拍照。一分钟明哥教会您吃剩下的米饭揉散喽，加鸡蛋搅拌均匀，放淀粉反复的揉搓成颗粒，从锅底开始一点一点的铺成半圆，小火慢焙至定型，加油炒至金黄酥脆捞出。重点二，郫县豆瓣酱炒出红油来，加蒜末麻椒辣椒火锅底料炒出香菜，加水和调料调味，放入喜欢的涮菜煮上两分钟勾薄芡，起锅浇在这锅巴上，嘿，吃上一口诱人的麻辣烫，再来一块酥脆的锅巴，怎么说来着，拔丝的很，嘿，绝了。您呢一定想不到，一个半腐竹也能做成餐厅的招牌菜，并且还桌桌必点，我一人就吃了两份。一分钟明哥教会您，选上等的腐竹，温水泡软了冲洗，任何凉菜都要压干水分才会入味。腐竹切段装盘，这道菜的核心呢就是这料汁了，配料表在屏幕上，按比例搅拌均匀了，浇在盘里的这腐竹上开吃。嘿，这软糯劲道的腐竹挂着麻辣酸爽的料汁，炎炎的夏日来上一份，非常的开胃，绝了。